这是牛不拉，我是鸽子，这几个小孩想吃臭豆腐了，今儿个要给家做一个，让他们实现臭豆腐自由。买了一大块豆腐，这人豆腐真是贵了，你桌子全放那拿吧，也不用我们的，这一块豆腐7.8。豆腐切成块儿。块块放点水以后稍微泡泡，差不多点盐，放点盐上，它这味儿盖也不刺的，然后炸的时候还比较容易起泡。放点小葱粉，把这没有那一个绿色的那可臭可臭的，你看那打开盖儿都闻的哪哪闻。把我得捏着鼻子那一种臭味，就有这个大块腐乳用这个代替吧。这个真的不是老臭，也不知道你这个会不会嫌弃，要是嫌弃了这一大锅咱俩解决了啊。好好好，别说等一会儿再吃，他昨天开完摄像头去直播来了，他刚才就那地了。好好，看着是不错。你俩吃的咋样？好吃，好吃啊，好吃都中。还还但是哥哥还不吃上呢。哥哥等一会儿停点了，跟哥哥是没错。哥哥他是有摄像头。嗯，哥哥有摄像头，你吃吧。成功了，这个好吃。还好，你要洗手。嗯，不错。嗯。虽然不臭，但是味儿好吃。嗯，味儿可以，就是缺少一点臭味。嗯。